哭，本来就粉丝互相，我觉得没差、啊，互相流通啊，对啊，對啊，没有必要分说这是谁的粉丝，谁的粉丝，对啊，没有必要分到这么细啊。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行的话，来吧，当我的粉丝吧。因为玩鬼岛那边，他们就是都有交流到，所以粉丝都互相认识了。嗯哼，我觉得粉丝可以互相交流是很好的啊。对啊，鬼打在这边不让他看，哎、欸，他怎么没看到、欸？哎，真的没看到，回去啦，亮亮。美好的互动，师傅，我要祝福一波，祝福祝福。今天玩到几点？先玩到十点，然后再看看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一直爆、啊？对啊，就是那只网啊，你脚下就是这先打掉。哦，难怪有什么东西一直爆。他就是来不及补的那个，来不及躲的那个，真的很骚。小小包。我想说什么东西一直爆一直爆，我又看不到敌人的攻击。Dance 欸、还好、欸、这是不是那个会烧的，可是他一样脚下会爆、啊、你去死吧、哎呦，像上面这里还有个箱，你有开到吗？哪里？有开到了。零起加面。有。都故意挡起来。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。上面。哦、oh, ，大致的哦，呀，在那个店的旁边不好打、啊，出来，又出来啊、哦！哎呀，好痛！死了！哎，小电虫。哎呦，痛！嗯，阿哥，隔壁看，我隔壁在看啊，在讲吗、嗯？你说什么？隔壁。啊、哦，没事，雅思打字啊。嗯哼。学弟妹兔崽子也是国民自豪，到处都可以去看看啊，对啊。对啊。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怪怪的话，就不要帮他做事了。没关系，反正小春不会介意的。你打算冲啥啦？啊，我这个也是要聚集砍了才有伤害、哦。你要伤害干嘛啦？你要活命还是要伤害啦？哦，我要活命，我要活命。看，刚刚一排就很，哎、欸，一排这样我垫下去很爽哎、欸。好。我垫个一秒钟就有一个补包啊，被你这样打散，我怎么垫一个补包、啊？你跟我说。是，我错，哎塞！小心小心小心，又是这只蜘蛛，又是你，又是你，真的很讨厌你。啊，等一下来抢补包啦，我要玩忍者了。
小心电球，小心电球。等一下、喔，等一下、喔，等一下、喔，好，一人一个。哦！怎么门口会有这个啊？太阴险了吧！门口什么？哦，一排的，一排的柱子啊！哦，看到了。以后我们到处抖那恐吓哥实况组吗？雅思你这样不行哦，是不是你想做的事情？没有啦，主要是你的量太大了啦，小额可以啦，但你的量真的太夸张了，我们会担心你会不会活不下去。对啊，一下太多，大家都想说哇哦。何等角色？哪来的大干爹？何等何能？笑。习惯到处走，只习惯住在月球。欢迎欢迎长，欢迎长期定居。哇哦！这边也欢迎哦。哦，还有痛，集元气弹喽！跟我走，靠背啊，都行。等等等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跟走跟走跟走！大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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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带刀带刀！怎么不痛啊？有了有了，不少痛，打不少打不少。唰唰！开！我的快乐建立在看到你们被吓死的反应上。雅思啊，好哦。搞不好我不会被吓到啊。像你抖个6000块啊，才6000哦。这样不是更难过？心里暗爽，然后就故意讲说，才6000哦。然后心里面已经6000块，太多了吧！哇！下周感谢雅思的6块钱。啊，少看少看几个零。开。那边还有哎、欸，还有一个。开。恭喜恭喜恭喜抽中的，好，你还在抽、哦？没有啊，就是定时抽一下，让至少流动一下。玩恐怖游戏在抖，可是恐怖游戏前提是不能会让我晕啊。我也是，都是因为3D晕就没有玩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我也是啊。之前 Outlast 也是啊，3D晕就没有玩下去了，因为这样太痛苦了。对啊，你看我晕，你们也晕，干嘛要互相伤害？外地天花板容不下你站，你是说就说抖内吗？后面有出怪了，好、哦，杰克，不小心按到，拍谁？塞呀、啊，这叫不小心。F 就在那边，D 就在那边，你会不小心按到？我说啊 ，My pen， 手滑了。啊 ，F 就一定是吃到东西，你还想打怪打到一半去吃东西哦？哎呀，开宝箱哦！啊，没有啊，你说好 ，F 还能干嘛？对对
对不对？是，上面有会选，又是蜘蛛。好了，你可以开了，我能量满的。我开盾了，哎、啊，你们人都不在旁边。看，人家音乐还会讲你嘞。哎，都可以开，我就开了。啊，对啊，你要开技能要讲啊。好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我看看新技能，不新技能，新天赋，向前触发。啊？什么东西？然后他说这招技能会向前发射什么鬼东西的。哦，好酷哦！举身缩短二十秒。叫矩阵电力是这个吗？这个是会减少大招的时间吗？白美，你是说老天的那一次啊？有人抖五百美，老天说感谢。有人抖五美，然后老天说成五百美。哇，那也差太多了吧？五点零零啊，差很多呢。然后还很淡定，感谢五百美，感谢感谢，这样子而已。然后大家五百耶，你怎么那么淡定啊？五百耶，哦，我看到了，后面是出那个瘟疫怪，又来一只大只的，哦，然后是打算直接下一关吗？要直接过去吗？可以啊，过去吧，路上吃一下、啊，你路上吃一下，我先 open。我靠！哦，里面怎么一局啊？哇，超蟑螂！哇，你的圈圈变了、欸。对啊，我点我最后一招点那个。那招什么？啊，这叫什么？我可能要看一下。叫什么忘了？他的隐形那个会额外周围一个伤害。哦。每秒一百。开盾啊！输出啊！还打哦！哦哦哦哦！你知道他找圈圈，真好笑。哦哦哦！我的盾，哦哦哦！隔壁讲，隔壁讲，隔壁讲。感谢赤种的礼物。上面一只大只的，下面我先把弓箭手打死，弓箭手也蛮麻烦。上面又剩两只弓箭手，蜘蛛中间，两边都有蜘蛛。蜘蛛，哦，痛！还蛮有用的哎，这招。这是瘟疫蜘蛛。哦，痛！来盾了。好。哦，盾少二十秒，差好多，马上就可以再放。敲死你！敲死你！怎么会不小心按到？我真的不懂哎、欸。没有，你知道，就是他一般的补包，我就会直接捡啊，边打边捡啊。嗯，对，嗯，我就以为他是让他直接掉的，嗯，然后直接捡自己吃哈，哈。对、嗯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什么？我的那个啊，打那个另外一招十人的技能。哦，他不是有一个就是射出光球射三发，然后控制方向、嗯、啊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、嗯、闪电陷阱的那个触动到是往前射，他不会说原地这样。对，开喽，来哦，开盾喽，好，到了。
等一下哦，等我转完了哦。射，刚好这样射完之后到隔壁去。下一波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来到。有了，有了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我站着打。你的血量有点危机。来啦，还行。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去吃啊，去吃啊，去吃啊！两只蜘蛛在中间。我手麻了，等一下，我手真的麻了，等一下，我的右手没有感觉了。完了！你怎么没感觉？你奈我尴尬。踩到阿公啦！在十秒就可以开盾了，好混乱哦！我死了，我手我手麻到死了。来哦，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开盾，我救人。好，救起来了，好，巴萨，去吧。我要死了！等一下，我手真的好麻，是现在是已经麻到会痛的那种麻了。你怎么了？我要死前，我死前靠的那个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、欸，好麻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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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你要不要动一动啊？那个瘟疫回音，对，我正在甩他了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是刷瘟疫回音的关卡。嗯。还有杰超，你要进来玩。YT 每日上限是7500，每周上限是30000。干嘛？雅思啊、哦？雅思在讲。雅思，你在想办法躲到最高上限额吗？踩到阿公会说啥？啥？啥？哇，要5000哦！再抽一次，好难抽哦！我终于可以再去抽一次奖了。可以，可以，那等一下你踩我。存货哦，57，抽69，受到中毒伤害减少。哪一个啊？等一下，雷神之锤死尸，跳三次啊！每次都有之前的比较好。换一把武器看看好了，虽然我这一把已经用得很习惯了。雷神之锤每次都有 20% 的几率造成3次的火花，对敌人造成300的伤害，看起来是蛮强的啦。不知道有没有对瘟疫特工的装备？哎、欸，我就是要问你那个6克艾尔，这样如果我的装备。如果这边有一个要怎么讲，33的装备，可是它的效果比60多的装备好，就是用33的比较好。就是，因为它的隐藏属性里面可能有我要的属性这样子。我先尿尿。好。我要尿尿。好，播广告尿尿。好。哎、欸，杰超自己踩我。应该是进来了吧？我看到一个不认识的，对，杰超。月月，如果能够在 YT 连续开一周的话，我能试试看挑战上线。真的假的？你这看一下。可是我没办法。连续在 YT 开啊，因为我们有合约上面有限制啊。惊恐是蛮惊恐的、啊，挑战上限。Blah。对
等月底吧，月底看状况，如果时速天数都够了再看状况。什么东西？雅思说他想挑战上限。有，哇塞！我就嘿，对，等看我之后状况吧。雅思就是不一样，真的。牛逼！双补吗？也是哎，可以啊。那解超等级都比杰克高哎、欸。杰克哦，我后悔那个低，所以那个低等刀子有差吗？有差，只是说怕你要打高等的，你的那个载体等级会不够。开始。等一下，他那个什么宝藏宝箱钥匙能干嘛？不知道、欸，不知道。看一下，因为我现在是合出一把宝箱钥匙了。好好哦，我合不出来啊，我会打很多场啦。他现在他是写说，谁能想到这把钥匙竟可以开启宝箱？问号。啊，不懂。好了，手麻结束了。好了吗？继续打水晶喽。好，好。雅思，你在可惜什么啦？可惜什么、啊？突然想吃阿库桶。吃啊！好，一起去买的。吃。现在去买哦。你现在停在原地去买吗？搜寻并摧毁。悟道，这里有亮亮。哦，上面紫色箱子。哦，才两个碎片。有亮亮，要就一次20个，太多了吧？要就一次200个。打开直接送你一把武器，哇、哦，哦，爽！我真的闻到阿 Q 桶面的味道、欸，哎，是不是有家里有人在吃啊？对啊。唯一关，变好硬哦！4个人哎、欸，下面还有一只大只的，好的。打字的是蜘蛛，我讨厌蜘蛛。是，后面有只蜘蛛跑过来了。哇哦，竟然会有雷射！这里怎么会有雷射啊？这一关不应该有雷射的啊！这关不应该有的。他怎么来了？走错棚了。没有人发你们通告，你们来干嘛？请问这边在开台吗？我入境了吗？你入境了，但是造成困扰了。打一半节操，竟然可以把我先偷开箱子。哎、欸，还有一个箱子哦。上面刚刚打不完 boss 的吗？对啊，看起来是打完 boss 的。两个，斗内一周上线的话，哦，直接拿到一整个碎片，一整个碎片，哦、就是和好的，和好的。干，为什么？
为什么你开药？你为什么开药？他对我比较好。该请制装师帮我挑衣服了。你想挑什么衣服？哎呦，要挑衣服咯。哎呦，下面有亮亮。哦，两只大只的，一只还瘟疫的。好痛啊！痛，我的盾躲不起来。哇，被撞飞了！瘟疫的怪是不是特别痛啊？感觉上是。哇，又硬又痛欸，又硬又痛啊，血量又多。哦啊！我被困住了。哦，有死了，有死了，有死了。哦，痛！我被踩着。没办法，现在没办法救你。我先，先打。为什么你可以啊？有什么死掉吗？我要死掉，看这样会不会开刀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一只，你也太准了吧！哇，痛，飞出去了。杰超先救人啊！杰超他没打你，杰超救人。你有听台的话？还救！感谢。有了。呼。等一下哦，我要吃泡面。别关个麦。好，上面。然后有箱子在我这。哦，被撞飞了。东西啊，旗袍和服婚纱，好可怕！等一下你开到旗袍和服婚纱是什么东西？没有啦，雅芝说要他们在挑衣服。好好、哦，护士服也不错啦。杰克很想，杰克很想穿，杰克很想穿。哎、欸，你们哎、欸，回来。好了，亮亮我刚拿了，捡完了，捡完了。滚！上面哇、哦，小卡，他是小王啊，这只不是大王吗？不是，这只不是那个巨大的吧？不是啊，不是，他要整全巨加喊啊！哎、欸，哦，几人的心？是啊，哦。可爱包包头，包包头，我怎么没有头发？怎么包啦？没有头发，你怎么会没有头发？你要用成包包头哎、欸。哦，有那种把哭的啊。好哦。我是不是在害你？装一个啊。啊！被打飞了。哎，我突然发现。繁星作为小春小五那边的我两个月了。感谢汤德续订繁星作为小村小五那边的我，哦，感谢你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少是鬼岛其他人来我这边订阅，就只有你们。哇，感谢。然后等一下讲完，就鬼岛的人都来订阅。不会啦，就他们那一群，然后他们互相送对方这样。嗯哼，互助会。呼，放下哦。点个技能啦。平均等级过载不正四十。四打六十都普攻会不会超过十？哦，这个我知道，应该知道阿 Q 桶面的味道，太多了哦。没有啊，我觉得阿 Q 鸡汁味道就特别香啊。还有什么？我听到杰克想穿什么衣服了？对啊，然后没有，那是允约可以穿，很棒。杰克就一直说护士服嘛，他想穿。对，没有啊，就护士服。他说护士服哎、欸，好好哦。什么？我闹钟好好哦！帮你说什么？你说。刚说。刚说什么？我说，雅思可以护士服、欸，对，应该可以护士服啊，很优。
你看，你很，你很喜欢护士服嘛？对啊，那个捷克国的人，记得啊，捷克国的管理员，嘿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已经说出他的欲望了，没有没有，康德送我啊，哎、欸，好多、哦。超像杰西耶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就发现瘟疫的蜘蛛，它的电追踪的比普洛蜘蛛更猛哎、欸。然后杰西，啾！有人跳到人家的红圈里面，对我跳进去了。给他死啊！哎呀，痛！我都往外冲了，有可能就跳进去了。没有，你知道那个第二个我不能指定啊，叫冷跳第二下我不能嘛？你想骗我那个可以很慢才按呐、啊？我都按着啊，那你的问题呀、啊？不吃不啊？哎、欸，怎么后面有一只弓箭手啦？打场外的吧。你要先去洗澡，有带有问题，好，有问题的话。他们今天讨论什么时候记了？天哪、啊！记起来。完了、啊。穿不下啦！他们一定找得到适合的 size。哎、欸，上面有箱子，对吧、啊？一定有适合杰克的。对啊，杰克的很好挑啊，真的，杰克超好挑的，超好挑的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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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音乐的比较好挑，最好是啦。哪有啊？你的身材比较好挑吧？我怎么想都是你的比较好挑哎、欸，不干我的事啊！讲错话喽。建议，对我没有要穿的意思，给音乐穿就好了。哇，对，嘴巴说说。完了，我都没有在认真躲招了。我在认真吃招。这边有箱子，下面有箱子。好，那你往下走吗？往下走。可是有一只敌人在底下、啊。我在吃招。啊！但是我的盾还没爆，我的盾还有。这里。哪里啊？哼，你有看到吗？我怕我哦，他扫得到欸，上面打得到，难得扫得到他欸。好，你就慢慢上去吧。哦，好多瘟疫草丛，快跑、哦！后面都来了，节操快跑、哦！你去踩地雷喽！踩地雷喽！哎呀，炸到了！地雷哦，地雷踩完了。